但限量版嘅鸭仔俾我，系绿色嘅。阵间我哋开嚟睇下点样啦。哇，听你讲 ，no way to go 喎。我們入到嚟嘅第一 part 就是呢一個，呢度咧就可以擺啲垃圾嘢咁樣入嚟門口，咁就very good。我哋擺完垃圾嘢之後咧，就可以話欣賞下呢幅畫。下一 part 咧就係呢度一個櫃，哇！噔噔，請挑選一個你喜愛嘅顏色，哇！呢個深色咧就留翻俾你啦嚇。咁呢一個就係白色，似比較似係我著嘅，多啲女士啦。咁呢度啊，經典嘅有個遮攬住拖鞋，仲有上邊嘅枕頭同埋被被。呢一個咧就係我必須每一次都好 care 酒店有冇嘅燙斗嘅呢樣嘢，因為佢有咧，我係每次唔一定會用，但係真係當我想用嘅時候咧，我覺得房間有係。必須必須必須嘅。嚟到呢一 part 咧，係我每一次最最最最最中意嘅。首先啦，呢個係一個 mini bar 嘅佈置。哇，係喎，呢度仲有拉拉送喎，好少又有個拉拉送。烤龍咖啡機咧就係 Nespresso 咧，又係跟住我公司係用呢部嘅，但係唔係呢個型號。咁我聽日咧就一定必須咧係會玩噶啦。呢度咁樣拉出嚟咧，就係睇下咩茶，有綠茶啦，普洱。居然冇紅茶，居然冇紅茶。哦，呢個就係一個介紹點樣用呢個膠囊。呢個杯仔咧就係咁樣咧，我聽日就會咁樣飲，好的色啊，好精緻啊。聽日就係咁樣飲。你睇下呢度可唔可以開？哇，原來都係可以開嘅喎。咁咧，如無意外就係一個冰櫃，都係聯絡呢個服務。哇！又有杯杯啦，呢啲先系正常啲嘅玻璃杯。又到咗呢个浴室时刻，哇，系我哋只鸭仔啊！呢只鸭仔咧就系澳门嘅特别版嚟嘅。咁我哋陣間就可以將佢攞出嚟睇下，同綠色嗰只有咩唔一樣？嗰只係聖誕特別版，都係啲基本嘢。哦，呢度仲有其餘嘅兩支水。Hello， 哇！聞一聞先，冇發燒。Good， 今晚試一下。有一個好趣字地方，我都唔知係乜嘢嘢嚟嘅，就係音量控制。我唔知道有咩音量好控制。这个区域就是我们的大床区域了，这边就是我们的大电视了。大电视之后呢，就是熊仔。哇，这个熊仔呢，我以前的、Take me home 啊，意思可以带走啦。之前我那只熊仔呢，是这里没有这句话的，但是都是可以带走的。这里呢，就是大沙发了，有更多的新鲜事物有待发现啦。这个是一个闹钟，其实我哋好少用闹钟，但系可以研究一下，可能都系一个音箱系啦。呢度有，咁我哋睇下呢个景观系点样嘅。侧侧地望到个铁塔，等嘢几别致喎吓，台仔嚟嘅。呢度个特别嘅地方咧就系咁样，其实都唔系好特别啦，就系开咗门，开启神秘之旅。我而家都住咗，咁即系其实如果对面冇lock嘅话，可以拱。你识对面嘅，你咪开通佢咯。咁今次因为呢个时间原因咧，行程冇安排到，所以我哋就唔去呢个酒店嘅泳池游水啦。咁你睇呢度对面就系呢个巴黎人个铁塔。我哋呢间房就系13楼啦，唔算系太高。但是呢都是可以看到对面的一些的风景。介绍一下这里有件袍呢，非常之舒服啊。你看它这里里面是一个毛茸茸的质地，然后它里面是真的毛茸茸，它就完全是贴着你的身的。然后这一件东西呢，下面的纪念品 shop 是那个
750元，我哋着呢个体验一下啦吓。非常之舒服嘅呢个。呢个拖鞋好得意喎，分鞋同埋香唔同颜色嘅。少少嘢就 OK 啦。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